你家的炒锅敢这么做吗？看，锅壁没有丝毫损伤，为什么章丘铁锅敢这样做？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涂层，是不怕油污刮蹭的。拿回家后，只要润好锅，养好油膜，不但炒菜不易粘，还能替你省油。所见即是所得，正宗手工锻造的章丘铁锅就是这么好用。